骄傲的事情，就是能够在这个一片荒芜的地方哈，能够盖起这56亿的政府给我的钱，那么在预算的这个限制以内，还有在时间的限制以内，能够顺利的完成，而且能够营造出团队精神的一个硬体。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骄傲的地方，就是说虽然不是都能够达成目的，但是呢至少在医学教育的改革当中啊，能够点一点火啊，去推行我认为是应该什么是像样的医学教育，我能够在这个我们的课程里面安排这种形象出来，这一点是我觉得很骄傲的地方。我没有做过院长啊，何况是创立呢，这个为什么去敢接这个东西啊，实在是有一点呢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如果现在我的话我不会，因为这个它的层面很广，就是建筑物啊什么啊，然后这个课程延揽人才，哇，这个实在是这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幸亏李小姐李美颖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位这个助手，后来也有好几位在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位张一珍啊，什么吴念玉啊，那些有好几位很能干的这个有力的助手啊，来帮忙，所以负担了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零零碎碎的工作。不过我有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那么这个也变成我的口头禅了，就是有一位来访问我的人啊，我跟他讲说我没有当过院长哦，这个不晓得我做没有经验啊，所以不晓得会做得好做不好，我没有把握。那个人呢、啊、很这个不经意的而且轻描淡写的说呢，你要需要什么经验呢，你有很丰富的尝试就够了，所以到头来呢，你看你有没有尝试。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啊。因为我很注重这个人文教育嘛，我就很早就想到说我要来创造一个特别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图书馆典藏的东西不要是都是专业的这个书籍，我们要典藏小说，我们要典藏历史，我们要典藏这个传记，我们要典藏一些可以启发你去胡思乱想的一些联想，刺激你的联想力的一些书。那么但是呢我们既然是医学院的图书馆的话呢，我要收藏这一些书，但是要这些书要跟医学有关，所以我才想到说我要设立一个特别的区域。大学毕业的人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呢重要的地方不是在知识，是在智慧，所以智慧呢要从人文的一般的生活的教育跟人文的教育要来累积堆积起来，所以你要教他的历史，其中恐怕最重要的是历史观，但是伦理道德这种东西又不能教，所以你要熏陶他，你教不出来的伦理跟道德教不出来，所以要熏陶。那这个熏陶的话，我们老师自己要有内涵啊，谁来熏陶啊？怎么样熏陶？你要招我们的同学一起来跟你混在一起，每天混在一起，
所以我很主张我们的老师多跟那个同学接触，那么接触当中呢自己也成长。我们的传统就是追求卓越，那么我希望说我们的同事呢要能够把这个追求卓越变成一个传统。我常常想到有两个字是英文有但是中文没有的两个字，我想我们要有 professionalism， 还有就是从他来的这个 professionalism 高的话呢，他的 sophistication 会高。 sophistication 呢 我是翻成意境了，意境要高，品味要高啊。这个意境跟 professionalism 不高的话呢，你不会认出来什么是 excellence。那 excellence 如果认不出来的话，你追求卓越就空谈了。我想黄院长最吸引人的地方哈，就是在他有多方面的兴趣，以及他完全的自信。他甚至在讲笑话的时候都充满着信心。我常常讲哈，说他有那种信心发出来的那种肢体语言，实在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学得来的了。他又是一个很会发挥他自己长处的人，所以你到处都可以体会他。处处都在展现他的才能，所以即使我不祝福他，我都觉得，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去，他一定会是，最受欢迎的人。在这个黄院长退休之际呢，我想祝福他，享受智慧，自由自在。生活上在研究上那么遭受到一些困难或挫折的时候，我常就会想到黄院长的这句话。那这种不想走完不启程的这样的精神，常常在我很多时候很挫折很沮丧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精神的力量。我会觉得我还要再继续坚持把我的理想达成。申教授的准备的时候，那他在出国前呢，他在旅馆还写一封信给我，叫我要加油。那时候我接到这封信呢，我都感动得快要眼泪流出来。哦，那时候印象最深刻了。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那写完文章以后哈，都会请他帮我们改。那他做得很好，就是我们感激的。他改完以后哈，就是。被找我们对当面啊，在跟他在讨论，那从里面不只可以学到怎么样写文章呢，还可以学到英文怎么写。我到现在回想起来，这条路走过来啊，那也感谢黄院长在这十多年前，那我能碰到他，那让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成长很多，尤其是个人这一段年轻的岁月，这个是。觉得来承担一点都没有后悔，那这个最少学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凭自己的力量
倾全身的力量在成大这个地方啊做过一些事情。我们成大的每一个建筑物，每一件重要机器，甚至于一草一木，都是由黄院长细心关怀培养。我们成大医学中心一定会贯彻他的理念，我们祝福他万事如意，一切成功。黄院长实在是一个很丰富、值得欣赏、也值得学习的人。十几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学会了跳出传统的思考方式，也学到了事事用心的生活的态度。如今黄院长即将退休，回想他过去在这里所做的许多的事情，想想他的努力，他的执着，我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感动，也有许多无法表达的谢意。我祝福黄院长跟谢医师，也希望黄院长记得这儿还是他的家。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或者是因为自己一点小小的怠惰，就放弃梦想了。如果这个时候跟黄坤彦院长说说话、聊聊天，一本是吃吃饭，你会增加一种动力，因为在他的谈话里面，你会觉得梦想的可行性变高了，那种感觉可以让你带着梦想继续往前走。实在很不想跟院长说再见，也不喜欢跟院长说再见，所以送院长一句法文 A tout à l'heure, maybe see you later in 2010 in our class reunion.